欢迎来到碧桂园 Center Park， 这是一个 Magic Studio。 先介绍一下，这个是碧桂园最新的产品 Center Park 中央公园，这个是一个奇龙的户型，你们看了一定喜欢。为什么说它是 Magic Studio？ 它自然有它的原因。这是一个设计呢，可以放鞋柜， OK，然后放鞋在这里，然后放袜子。一进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你的全家福、你的情侣照片，然后还有一些在这个冰橱里面有一些小寄语。你看看这边寄语，好甜蜜啊！明天 ，baby， 明天后天我有加班哦，晚上自己解决哦。宝贝，明天我想吃你煮的蛋炒饭。愿不愿意我下图呢 ，baby？ 来看看一下，来，啊，这个是它的壁橱，厨房壁橱，然后呢，还有这里是那个冲凉房，冲凉房啊，然后呢，好漂亮啊，它里面设计很漂亮，它穿连上去的，OK， 过来看看一下，来这里。现在呢，过来看看一下这里 ，Magic Show 正式开始。为什么说它是 Magic Show 呢？我们来看看一下它的 Magic。来，我们过来看一下这里。来，啊，这个是镜子，这可以这边换衣服、更衣室 ，OK。然后呢，拿出来的时候，这里呢可以放你的衣服，好、哦，还有一些东西。OK， Magic Show， 这里呢要上阶梯的话呢，拉可以拉出来，上阶梯 ，OK， 上面呢可以做你的这些衣服呢，衣服是这样放的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设计是属于一个利用空间的 Studio。好漂亮！看，快点下来。对，洗衣机放哪里呢？原来放在这里。餐厅。看这地方，这个是个分区地方。OK， 它其实哦，这个厨来讲的话可以放衣服，它也是个晒衣间，它也是个洗衣间。哦，只要是洗衣间呢，洗衣机放哪里？就在这里。完全节省空间，看到吗？洗衣机，然后洗衣粉到这里，然后呢，这里呢可以晒衣服，还有脏衣服放这里，完全节省空间，好棒的设计。我们来到这里，这是小厅 ，OK， 沙发在这里。可以坐，床在哪里呢？原来在这里，躲着起来呢。所以呢，真的是省得玩空间。好，放回去。然后这边可以。可以把这个拿出来，跟朋友在一起消遣，聊天，放回去。电视机没有看的话，拿过来。这就是小空间大生活。这边还可以种花等等，然后我们看这里，如果是有朋友的机会的话呢，桌子放哪里呢？对吧？所以的话，我这边还有一个底带，它底带就很像这样子的。OK， 你可以打开来，这是桌子，也可以用来小孩子做功课啊，哦，办公桌子都在这里，然后。笔啊，铅笔放在这里，已经省到完了空间，看到吗？
好省的空间啊。这个橱柜这边它可以放文件 ，OK。然后呢，沙发就在这里，这是小型沙发，漂亮吗？跟如果是更衣的话呢，中间还有一个门，可以隔起来。外面呢？外面就是一个小阳台呢。过来看看，有小阳台呢。这里呢，还可以放一个跑步机，做运动，跑步。哈哈，知道了。橱柜，然后放点小草，可以种花、散步，极浪漫一些。OK， 现在我们的这个公寓单位介绍完毕。如果是有兴趣呢，要买这个公寓的话，请联络我 Kelly， 电话号码0194994321，499-4321，记得啊，谢谢。